秀元，立刻去乔家见米，只要敢在罗石阴阳发现之前把雷米给换掉，这事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事不宜迟，立刻出发去周鹏。谢姨娘，谢姨娘。来，拿好。来，你的。谢谢，还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排好队啊。谢谢。夫人，夫人，您不去粮仓守着，万一他们要是把美米搬走了，岂不是没有证据了？周鹏的存粮放哪儿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是已经知道之前你们是听令行事，我可以不怪你们。可若现在还不说，可这是何罪？说。那边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们要想知道这些灾民的情况，可以直接问我呀，不用亲自过来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赈灾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要亲眼看见，我才能放心。还请乔姨娘让开。不过是些米粮，我看看又有何妨？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看的，只是太夫人把赈灾的事情全权交给我，夫人还是不要插手的。乔姨娘，太夫人是把此事交于你了，可是你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毕竟是个姨娘，怎敢在夫人面前指手画脚呢？让开。夫人，您这是以身份压人，越俎代庖，您是不相信我们姨娘呢，还是不相信太夫人？夫人面前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在下如若有所僭越，夫人回去自可责罚。可夫人今天若是破了太夫人立下的规矩，硬要强闯进去，除非我死在这里。张妈妈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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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看这百姓这么多，要是夫人固执己见，事情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样都不好吧？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我，是何用意？唐妈妈，东西琥珀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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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路上出了意外。米没有了，姨娘，怎么办？姨娘，夫人，夫人，你看看，这些全是美米，看。竟敢动赈灾粮！乔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